是不是开始咱来关心哦？台中阿拉帕布大火造成九个人死亡的悲剧，帕布业者伫咧法庭顶头，即嘛是边靠近，伫咱只家属要求赔偿已经出现变数。台中市政府即嘛是通报出善意，讲哦，那是家属愿意个民事请求权转予市政府，会代替拍这要求赔偿的官司。另外一方面，台中市政府虽然已经同意国赔，不过5000万的金额还搁伫咧协商，依然是批评市府根本就无够诚意。阿拉帕布大火造成九条少年的性命死亡，台中市政府虽然真紧就同意要国赔，也处分了部分的官员，但是经过半年的时间，国赔到即马还搁咧协商，将这家属提出总金额5000万的赔偿还搁咧协商。考量他的一个年龄或是抚养的一个人数等等这些因素来做考量，那目前还在协议的一个阶段。你伫拍卖业者甲罹难者家属的官司部分，拍卖负责人王明哲伫法庭面顶大反讲，无愿意来认罪，嘛影响到附带民事赔偿部分。为了避免罹难者的家属伫官司过程中受到折磨，台中市政府嘛表现出诚意，如果家属若愿意，市政府会先接受民事的求偿权，继续来拍官司。协助家属的一个立场，那如果家属他愿意把这个请求权让与给市政府。那由市政府来承受来打这个官司。不过这款的善意，看在议员的眼中，却是表面的功夫。因为阿拉拍不大会了，虽然几乎国赔花个真紧，但是半年过去啊，却一直还搁咧协商。千万跟九条人命比较起来，九条人命还是比较珍贵嘛。那这种还用这样子的态度来跟家属谈国赔，当然一定是谈不拢。跟半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进展。阿拉大火发生到即卖已经半年，台中市长吴志强差一点叫监狱院弹劾，议员毋忙市府的官员应将心比心，今日对罹难者的家属来进行国赔，嘛协助因经过这个漫长的民刑诉讼程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